我现在有一个歌单啊，是可以唱 KTV 的。哇，这里面觉得自己是麦霸的请举手。麦霸，麦霸，只有三个人吗？我也是。真假的？我也举了。好，你不也是麦霸？你也是。OK， 是吗？你还不是吗？我不是。你一张口还有别人唱歌的机会吗？那好，刚才举手当麦霸的，这个歌单上的歌随便点。我们应该唱《教练去哪儿》。教练去哪儿？教练，这献给你们的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女儿们。谢谢谢谢。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是你大叔，看日出。宝宝，宝宝，我们去哪里呀？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老爸，你喜欢吗？你是我的大叔，你说要陪我一起看日出。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成功逼疯了一个。黄教练、陆教练一直就是感觉像带着我们就是出去郊游，带着小孩出去郊游的感觉。我们也是跟教练距离越来越近了，感觉他们好像真的就像就是每天陪伴我们的就是班主任一样那种感觉。接触了以后就会觉得教练们其实都是特别亲近的人，给我们买水果啊什么的，就是像朋友一样，又似长辈又似朋友。就每一次这样子的活动，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为什么叫创造营，这次不叫导师了，叫教练，真的是陪伴。哎，这不到我的那个楼了吗？我的那个楼是在那儿呢。哇哦，后面那个。哦，你后面就是我的楼。欢迎大家来我家。我当年买这个楼的时候，我才两岁。看后面那个楼没有？那个亮最亮，那就是我的楼，我爸送我的礼物。这是我妈送我的，看见没？你送我的是这个，你送我的是这个楼。欢迎来到我的家啊！我一会儿带你们好好玩，好吧？我们的舞蹈队有没有谁想去？十号，班长，来吧，大胃王。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们两个看谁喝得快。三，加油！二，李子怡拼了！一。走起 ，Let's go，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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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go， 打包了，加油！